어디냐?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 火山石烤肠。 满足指数98分，它是属于那种香辣口的，不是特别辣，但是很香。肥汁米线。 酸辣口，很开胃，过瘾满分。最后一个炒米粉，浅浅的来一口。 这个最辣，但是最过瘾。来杯百香果茶，解解辣。好馋人了，给他搞点辣白菜。 火鸡面配辣白菜也太搭了吧！嗯，喝一个椰汁解解辣，再来一口，黏糊糊糯糯的。你们吃火鸡面喜欢吃黏糊的还是爽口的？ 心心念念的炒米粉又来了，炒米粉真的是越吃越上瘾。嗯，我感觉往炒米粉里面加点丸子，丸子荤菜特别好吃。 炒米粉，你们能接受什么辣度呢？